记者昨天从湖南省质监局了解到，该局已决定对湖南亚华乳业控股有限公司的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证予以注销，被注销的证书编号为 QS43000502-0014，产品名称为婴幼儿配方乳粉施法工艺。据了解，今年7月，广州市工商局抽检发现，来自湖南的南山奶粉被抽检的5个批次贝惠婴幼儿奶粉全部含有强致癌性物质黄曲霉毒素 M1。